这里就是咱们红军葡萄科技研究所，这个五龙山葡萄采摘园。后边呢，就是我们这个协会和李大哥家的这个住的地方。他这块有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服务站，是电商服务站。那么这个可以见到他这块相关的各类牌子，这个专业葡萄的专业合作社五龙山，专业合作社，还有这个葡萄协会，那个富硒生产这个协会，这个专家工作站，这是政府级别的，这个沈阳市政府级别命名的，这个红军葡萄科技有限公司的专家工作站，里边我们曾经参与过的一些个就是做得非常不错的这个电商之类的内容，这块就是电商直播啥的，做的还是挺有个性挺有特点的。然后我们到里看看，这是咱大嫂原种那个我们看看你们的新品种的啊，在那边过来了，行吧，我说我再到里去录一下子李那个李老师的新品种。